欢迎大家收睇健康解码啊！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，能够对抗癌细胞嘅天然植物提取物系有边几种，同埋佢有啲乜嘢嘅作用？咁第一种咧就会系芦荟素啦。喺医学研究报告里边咧，证实芦荟里边含有一种叫做 Emodin 嘅成分啦。咁呢种成分咧系有效抑制连锁蛋白，令到癌细胞系无法扩散嘅。第二種就是洋葱素了。根據醫學研究報告顯示，洋葱含了一種名為 quercetin 的成分，能夠令到癌變的細胞無法泵出乳酸，最終自作自受而被酸死。數福佳人物，還看巴打台。我是 Jack， 我拍檔。我是 Pauline， 大家好。上集啱講到咧，就戴笠嘅勢力好大，咁但係當然佢做嘅事亦都好大。咁做過啲咩大事？我哋講下咧。好似話佢之前咧就做過一次事變嘅喎，到底係啲乜嘢回事咧？講嘅事變就係1936年咧，就有個叫兩港事變。咁當時陳濟棠係藍天王，雄霸廣東，咁啊加埋呢個李宗仁，廣西嘅李宗仁，咁啊兩港就謀獨立，脱離老蔣嘅。咁啊事前咧就陳濟棠去做占卜，即係睇下呢單嘢掂唔掂啊咁樣。咁啊嗰個占卜裏邊咧得到四個字，叫機不可失。哇！呢四隻字原來喺呢次兩廣事變嗰度嚟嘅喎，原來係啊係啊，即係呢句説話可以係有咗好耐，但係有一個另外一種解法咧，就喺呢個兩廣事變度充分反映咗出嚟啦。咁個結果咧，我哋中間嗰略去啦，我哋簡單講，係個結果就係戴笠運用佢嘅陰謀咧，瓦解咗呢個陳濟棠嘅空軍，咁啊令到佢空軍咧全部投奔咗俾老蔣，係咁啊機不可失。其實嗰個占卜嗰人就提醒佢話：你啲飛機不可失，唔係機會不可失啊！佢就飛機不可失，佢就以為機會不可失，就撲到去反掌，咁點知就賴嘢啦，咁啊失敗咗啦，咁就即係因為如果兩港事變成事嘅話咧，對老蔣一個好大嘅打擊嚟嘅，係咁啊戴笠呢個係立咗一個好大嘅功勞嘅。咁另外仲有做過啲咩大事啊？大粒，你講下。哇！呢一個咧，可能就要講翻佢喺呢一個軍統局嗰度做過嘅嘢啦。因為咧當時咧，即係佢咁有計謀啦，同埋佢用人咧都用得好似好好喎。佢嗰陣時咧就不停灌輸呢一個嘅忠義呢一個嘅概念俾佢啲手下，就同阿老蔣用佢嗰個嘅原因一樣啦，就係要對呢一個嘅黃埔軍校夠忠心啊。佢嘅忠心咧，忠義都係對老蔣一個人。咁但係實際上咧，佢都做咗好多撲街嘅嘢嘅。譬如佢喺軍統入邊咧有個規矩嘅，就嗰啲男女同志咧就話匈奴未滅，何以為家？即係話抗日未成功啊，或者其他嗰啲反共嘅嘢未成功咧，就叫啲同志就唔好結婚嘅。哦，係啊，呢一個，因為你唔好結啦，佢就話針毛兩頭利，咁所以咧你咧就淨係可以用曬所有時間嘅精力去為國家做事。就不可以兒女私情就先擺埋一邊先啦。咁但係佢自己本身咧就已經結咗婚，18歲就結婚添，仲要仲有情婦無數，所有嗰啲省鏡嘅女特務咧都係佢嘅啊，即係歸咗佢所有啦，所以講有一套，做有一套。咁講翻我哋之前講咗黃亞潮一個虎頭幫幫主，係咁啊，雖然落難啫喎。佢勢力仍然在嘅喎，佢因為喺412裏邊咧，就同呢個老蔣咧個政見完全唔同，咁啊公然反蔣，咁仲曾經喺廬山咧暗殺個老蔣，槍擊個，咁啊打唔中，未成事，
咁啊令到老長咧就提心吊膽，即係瞓都瞓得唔安樂。嗯。咁啊大粒知道自己咧本身有一個任務就係咧一定要除去呢個黃亞潮。係。咁呢場戲就夠曬衝突啦。因為黃亞潮嘅舊老細、舊上司，當初嘅舊相好，啊又未到相好嘅舊相識啦，即係江湖兄弟。係啦，江湖兄弟。即係係跟佢起家嘅，咁我而家跟咗老長，兩個就老長同黃亞潮反目，佢、要為老長除去黃亞潮。佢點樣掙扎咧？內心嗰啲衝擊有幾咁大咧？當時其實有冇咧？我相信佢掙扎都好少嘅啫，因為佢即係做到咁大嘅官啊，咁大嘅權勢，咁、啊，全部都係老長。同時咧，就現實嚟講咧，因為黃亞潮係落緊難，係而蔣介石係正統一個國民政府嘅領導人，嗯，佢亦都官居高位，係。所以我想他的猶豫呢，如果有的话、都是一刹那的。是一刹那可能都没有、去到那一刻。跟着他就全力对付黄亚潮了。但是黄亚潮是一个很难缠的人物，很多人都怕他的。全民啊，杜月笙都怕了他。那大家心里面有个份量。他杀人无数，虽然着紧草，但仍然周围禁杀人，仍然有一班手下。只是勢力沒以前那麼大，都還威風猶存的，還是都威風減半了，即是爛船有三根釘啦，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啦。那麼怎樣去做低黃亞潮呢？最後一個其實挺慘烈，但也都是有少少人性的東西，就原來黃亞潮呢有個手下，得力手下呢就被軍統捉了，嗯，即系黄亚潮道行高捉唔到，或者个士运高，佢又捉到条僆，系啦，嗰条僆系个外将嚟噶，系。咁呢个外将咧就佢点，即系佢对呢个外将嘅，即系点解会系外将咧？佢系连自己嗰、那个自己条女啊，都将佢嫁俾佢嘅。哇！咁真系非常之爱佢呢个靓，即系一个靓女叫做余婉君。咁啊，據聞同黃亞潮咧都有過一手嘅，或者有過一腿嘅。咁、但係後來佢將佢因為黃亞潮本身都妻妾成群啊。哇！啲四五七八拉都唔知幾多，咁最後諗住都暫時容不下啊，益兄弟益你啦咁樣，就將佢嫁咗俾一個其中一個手足，俾外將。咁好衰唔衰呢個咧，就俾阿大粒軍統嘅人捉咗。咁、其實想用佢咧，就要挟黄亚潮现身的，但黄亚潮怎会现身啊？怎会因为一条僆，即使他那么爱他又怎会出来啊？但后来他条僆的老婆这个靓女余婉君又不同说法了、是啊，因为他又怎么说呢？因为这个也都是曾经是黄亚潮的前度，黄亚潮在落难的时候可能身边的妻妾都走得七七八八、一时想起他真的很索的、咁突然间约佢，咁佢又应约。咁其实原来余婉君咧系已经俾大粒收埋咗，就系用佢就利引黄亚潮出嚟嘅。咁好多次，黄亚潮都忍住，即系匿埋喺暗角唔现身，亦都有阵时现下身。咁玩咗好多次呢啲咁嘅钓鱼游戏之后咧，终于有一次。阿余婉君就喺梧州打電話，因為當時佢著草去到黃亞潮著草去到梧州，廣西梧州。係。咁阿余婉君直頭話：我好想見下你，我哋約喺邊間麗晶大旅館？當時嘅某一間，即係梧州某一間賓館度。係啦係啦。我哋見個面啦，咁樣咁啊，令到黃亞潮個心真係有啲有餘。有啲戚戚然，哎呀！去唔去好呢？系啊，去唔去咯？佢见我系想咩呢？佢系想同我重续旧情啊，定系想叫我帮手，真系要救翻阿边个出嚟呢？咁好多样嘢夹夹埋埋，聪明一世，恶到尽嘅黄亚潮，终于就中咗呢条脷，就入咗呢间旅馆。咁佢入呢间旅馆之前咧，佢仲做一样嘢嘅。系做啲咩咧？又佢喺个前台，即系 reception 嗰度，系系系，就查一查
喂，系咪院官嚟订房先咁样？跟住嗰个 receptionist 咧话，系啊，真系噶，冇呃你噶。咦，系咪夹埋嘅咧？个 receptionist 同埋院官。咁跟住俾嗰个登记佢睇。嗯。咁佢一睇余院官三个字嘅签名，佢认得。救人的字 啊真是他啊，他挂住我啊，我要见他啊，咁就扑到入去间房度，点知入到间房度咧，阴公咯，十几条枪就对住个头，对住个身，对住个脚，乒乒乓乓咁打过去，同埋之前就有啲石灰喺个楼上啦，侧边两边啦，杀过去面嗰度，一代枭雄王阿潮就咁死喺乱枪之下，就死咗间。賓館嗰間房，佢以為可以同余遠軍相聚嗰間房，咁但係另外補一筆就係，原來余遠軍真係喺度嘅，係夾埋啦已經嗰陣時。但係跟住余遠軍亦都死於槍下。啊！果然過橋抽板啦，滅口啦，亦都唔即係個作用已經完咗啦。嗯，即係用留嚟做咩啊？留咗攞暗花，啲暗花不如我哋分咗佢啦。嗯，即系好黑暗啊！呢个世界，某程度有阵时有啲地方系咁样。咁呢件事咁但系佢同老蒋立不大功啦。系啦，以后老蒋瞓得安乐啦，喺庐山啲宾馆度瞓嘅时候，唔惊夜晚 bang 一声，可能人哋闩门大声啲，哎呀，唔知系咪枪响啊咁样啊，令个老细好安乐啦。咁又立咗大功啦。嗯，咁但系最尾佢立咗咁多功啦，佢最尾又系点样死嘅咧？阿大粒，咁我哋真系飞一飞个分场去。系啊系，我哋飞一飞讲下佢到底。佢死系死于1946年嘅三月。嗯。咁当时系飞机撞山意外而身亡。咁讲紧呢件事就好 QK。佢本身系个特务头子，嗯，军统。佢嘅专机竟然俾人装咗炸弹。哇！他呢就善于收集人哋嘅情报，攞料嘅。啊！但系点解今次竟然唔知道身边啊，即系佢个专机啦，有炸弹喺上面。即系佢系阴谋玩惯阴谋嘅人嚟噶啦。但系就俾阴谋，佢亦都知道好多人想佢死噶啦。系有边几个咧？佢个保安即系佢嗰班系统亦都非常之严密噶啦。嗯。咁但系终于都发生咗呢件事。咁仲补充翻咧，就系佢死嘅时候嗰个飞机。中途個炸彈爆炸了，跟住就失控就撞嗰個山度，沿咗個山度咧，再沉落嗰個湖度，喺個山嘅斜坡度慢慢沉落嗰個湖度。咁佢屍體先係經過火燒，然後就水浸。上集講過啦，佢嘅忌神係火，佢真係死於火。嗯，但係原來佢五行有欠水喎，亦都死於水。嗯，佢五行欠水，但係佢亦都忌水嘅，因為如果識八字嘅都知噶啦。太猛烈的火咧，亦都係忌水嘅，因為火會激其呢、這個即係嗰個猛個火勢啊，亦都產生危險嘅。咁、同時佢行到嗰個庚子大運，子水個地支水係好猛。佢喺壬水嗰年咧，壬水嗰個大運咧係風生水起，亦都應咗八字所講嘅丙不離壬啊，即係個壬水好重要。壬、水係殺唔到佢，係滋長到令到佢。即是風山水起，但是不是任水呢另外一些水呢可能對他的危害很大，就像今次飛機失事咁啊，講翻咧就佢出咗事之後咧，即係當然有人去救援啦，係啦，又俾火燒完，又俾水浸完，咁條屍都應該係好難好難認，咁但係咧就佢一個好忠心嘅手下認得佢。点样认得佢咧？因为嗰个铜机里边只有佢有六只金牙。哦，咁啊容易辨认啦。真系真金不怕龙龙怒火，烧完之后嗰六只金牙虽然都即系曾经系烧到残咗，系仍存在噶嘛。系根据物质不灭定律啊，金仍然存在噶嘛。可能用咗少少嘅，咁但系仲喺度啦。嗰即系一个蟹骨嗰个骷髅头啊，讲得恐怖啲。如果棚牙里边有六只金牙仲喺度嘅。咁佢認得嗰個就係佢嘅軍統局長啦。係。咁講講呢個人咧，呢、這個人叫做賈金南。賈金南。當時佢就係趕到現場咧，就想話救援，但係已經救唔到啦。佢認到阿大粒條屍。咁跟住咧，因為火燒水浸都經過兩三日。嗯。
條絲分咗成咗兩橛啊！上下分開咗兩橛啦，已經、啊、已經分咗兩橛。咁就呢、這個假金蘭好忠心，佢就抱住其中一橛嘅絲，當然用啲布啦咁包住佢啦嚇。咁、啊、就因為嗰度好荒蕪，咁當時亦都可能佢同其他救援人員咧未能夠聯絡上，可能佢亦都係第一個或者比較先到現場嘅人。係、嗯。佢抱住大粒嗰半橛絲咧。截車截唔到，打的打唔到，又冇滴滴哥啫，又冇 Uber， 咁點算咧？抱住即係又係，亦都係啲好險要嘅，即係個可能喺個湖底裏邊撈咗上嚟咧，喺個山坡嗰度，係咯，仲要爬翻上去喎。咁佢抱住，最終佢行到出大路，嗯，截咗兩。嗰陣時候叫唔應該唔係叫巴士，喺民國叫公車、公共汽車，或者係其他嘅車輛，佢截咗佢，想話上車。嗯，啲人一睇佢，哇！一陣味，跟住捧住一嚿嘢乜嘢，人哋一問佢，知道哪嘢啦，趕咗佢落車。係。終於佢要等咗好耐，等咗其他嘅車先至能夠再翻嗰條絲翻去。嗯。咁當然啦，嗰條絲翻去到即係國民黨總部咧。是風光大狀的，是即是講了老蔣還追封了他的做了中將了，最後因為畢竟都是一個即畢竟是人物啦，切入回我們的主題，畢竟之前立了一些大功啦，對老蔣即是我們的主題啦，福佳人物，即是他怎樣福佳都可能是一個人物，是和福佳都有個解法的，他是正福佳啊，真福佳啊，因為是有福啊特佳咁樣，我諗呢啲留待觀眾自己去評價啦。咁、嗯、啊，關於大粒嘅嘢，其實仲有好多嘢可以講嘅。你又講下呢一個咧，大粒啊，啱啱就講到死啦。咁我哋就可能回憶翻佢以前做過啲乜嘢嘢啦。咁咧就我哋係咪又可以講下呢個抗日戰爭裏面佢用情報局？嘅一個方式收集咗啲即係好多敵軍嘅資訊啦，就令到佢哋咧其實嗱當初咧，譬如打共產黨嘅時候咧，共產黨好似有一句説話就話啊，如果大粒早死嘅話，共產黨嘅成功係可以早十年嘅，係真係有呢個講法嘅。咁啊，大粒嘅死對於嗰個情報當然係好大嘅挫折嚟啦。嗯，咁佢死喺1946年。當時就係抗日戰爭已經完咗啦、嗯，跟住落嚟嘅就係國共大戰。係咁，因為事前咧，佢喺共產黨裏面報咗好多情報嘅人員，即係好多間諜啦，即係無間道，無間道入。咁其中一個比較出名嘅居民啦，係就個化名叫李雲學，當年喺上海藝名叫藍平。嗯，呢啲名字都唔係好出名，到後來佢成為毛澤東夫人咧，叫江青。哎，咁大家就识啦。呢个居民亦都系佢派去延安嘅一只棋嚟嘅。咁、嗯、但系因为大粒嘅死咧断咗线啊。哦，咁所以佢冇粮出啦，做卧底啦。无间道就转态啦。咁佢亦都顺水推舟啦，以佢一个上海明星，即系咁时髦嘅女郎，嗯、去到啲延安咁嘅乡下地方，用乜意就吸引到嗰啲领导人嘅注意啊？嗯，咁佢亦都佢好有眼光、啊。他本來想溝周恩來的嘛，後來溝不到了，那哇毛澤東更好啦，全溝毛澤東了，雖然沒那麼英俊，但權勢更大嘛，都是那個年代都是看權勢多看樣子，我相信那歷代都是不多不少啦，那我們可能撐得遠一點說回大粒啦，那即是他的死還有一件事挺得意的，就是他因為他的撈特務撈情報的人呢通常都用化名的，是你不要講話佢啊，就算是共產黨人，很多都用化名嘅。咁佢用過很多化名，即係譬如如果現代咧，就可能佢訂機票啊、訂酒店啊，可能用個化名。咁啊，當時啊，大粒一路咧，因為佢迷信咧，佢話要缺水啊，係，所以佢就改咗個名咧，係有三點水喺度。佢嚇佢啲化名通常都係好多水嘅、嗯，其中咧之前一路用緊個名叫紅廟啊。廟就是以前邵氏的名聲叫井廟的廟，即是三個水的字、嗯、那你說紅廟是不是很多水呢？夠了多水了，是啊，又有四個水在那裡，但是到去坐飛機撞山出事之前呢，他又想改一改個化名，改另一個，那剛好他又不在重慶、啊、那時
咁由佢手下誒嗰個秘書室有個秘書，呢個秘書要記住佢嘅名字。哦，呢個秘書就叫做袁記斌。係，點解要記住佢名字？有咩咁特別？因為佢當時安排阿大粒嘅化名咧，就冇用咗紅廟，即係冇繼續用紅廟。即係佢感覺用得太耐啦，即係等於啊，你個密碼用得太耐啦，請你更換更新密碼啦。如果唔係就會俾人識穿噶啦。咁佢隨便就更新咗個化名個密碼啦。咁佢更新個名就叫做高崇岳，哇個土好重啊！呢個如果感覺即係五行嚟講個土好重，咁啊其實係不利於大粒嘅，因為你話佢忌火係必然噶啦，忌水要仲有爭議，上有爭議。但是他忌火土是已经是即是差不多有定论的了，他的八字忌火土。嗯，高崇岳这么重土的名字，以一个秘书他有没有什么权力去决定他的老细的密码呢？这样原来中间有一个人批准的，这个就是当时军统副局长毛人凤批准的。哦，咁毛人凤批准呢个名，批准呢个名都有啲巧妙。中间即系我哋成日讲话边个想大粒死啊嘛，咁你毛人凤都有动机想大粒死嘅。哦，佢系副局长，系即系等于美国副总统彭斯，啲人成日怀疑佢噶。你成日同特朗普讲嘢，其实最想特朗普落台嗰个咪就系你咯。佢一死咗，你就上位啦。或者佢一落台，咪你上位咯，系咪啊？咁样，咁所以呢个亦都系。一个传闻啦，大家都可以自己判断啦。嗯，你头先讲开到边度啊？我好似差远咗。我哋咧就啱啱讲到有好多人都想大粒死啦。咁除咗佢之外，好似仲有唔少人都好想大粒死，我哋都未提到噶。啱啱呢样。系啊系啊。其中仲有就系一个关于佢破译，即系当时英国海军咧系同佢差唔多同期咧系破译咗。亦都有話一個傳聞，就係英國海軍破譯咗日軍嘅密碼，而係俾軍統嘅情報人員截到。嗯，就係、是、日本要偷襲珍珠港。係。咁呢個情報英國情報局得到之後咧，其實佢係唔想講俾美國知嘅。嗯。因為呢個出於私心啦，因為丘吉爾想拉羅斯福落水。嗯。如果你俾日本仔偷襲，你更加會盟軍到你出多少。出多啲力啦，係咪啊？咁啊，可能英國猶豫緊嘅時候咧，咁啊，大粒個老闆係老長個老闆係美國。當時陳立德啊，嗰啲空軍啊、飛虎隊啊，即係援助中國抗日都相當多噶嘛。嗯。咁呢個冇理由唔俾佢嘅。咁但係陰差陽錯咧，美國唔相信呢個情報。嗯。因為呢個情報係可能。大粒在英国海军的情报局里面手上截到，是但是报上去给美国呢是由国民政府报上去。嗯，其实美国有点不相信，即是你这么流的组织，你这些技术、啊、都未到家、啊、你的飞机啊什么枪炮都是我供给你的，你告诉我听过日本偷袭我还是这么短的时间，虽然他跟日本是已经有心病的了，是他已经那时不是贸易战了，他是贸易紧的，大家是是台底已经是准备是动的了、嗯、但他估不到这么快，也都估不到这么狼胎，一来就攻他珍珠港的航母舰、嗯、因为航母就是打日本的必需品，是日本一向都是玩偷袭的了、嗯、与其你打我先，不如我打你先、嗯、珍珠港的目的就是摧毁那些航母嘛，是、啊咁啊，可能关于大粒嘅死咧，就太多人想佢死、嗯，可能一时间都未讲得晒。咁但系喺度咧，暂时过一段落。下一期咧，我哋讲另外一个福佳人物噶啦。多谢各位，多谢大家。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。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，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